激一点。又来腐竹厂拉豆渣啦！老板娘说，袋子不拉不拉，老师我不记得。等一下，袋子放在那里。过了，你放车上啊，放车上就不忘了呀。嗯，放车上，有时候是吧？搞完牛棚出来，是不是放车上自己记着一点？没有，啊，现在拿了豆渣啊，这今天我就不去发牛了哈，那个要去那个南昌一下，老丈人那边，让顺便明天小孩子去医院一下。嗯，这个过年都没去啊，这个今天去一下。顺便上来把豆渣先搞完再说。我都想说你是骗子。我本来我昨天就去了，我可以多住一晚上。住一晚上干嘛？啊，住一晚上也可以的。我不能你啥都。你天天住在家里，你都有时候会想回家吃饭。我那么远，我就不想去吗？啊？你叫你老爸老妈回来，回来。回来你养他啊？回来我养他。行，我吃啥就吃啥。好好，养得起不？你吃啥就吃啥，不就是多煮碗饭吗？还多煮碗饭啊？他那保险谁帮他交？你就交。那个跟他儿子交。好儿子。嗯，儿子他自己还得养他的家小家呢。你消失你啊？你盯着头上，盯着我去几张啊？要砸烂你个！还多少的麻来了？我咋那个毛巾上能有搞虫子给你嘛？还差点。嗯，这去老丈人家啊，萝卜青菜都得带哈。我晚上去那边要吃好的，啊。家里带菜去吃。老板娘，哎，去娘家就高兴哈，哎，啊，昨天晚上还气鼓鼓的，哎，我要脚抽筋了，你就提这么点东西，啊，没吧，掏空了，掏空了，掏空了，现在把家也背了去，搬不动，嗯，这真的是去娘家，搬完婆家的再来搬自个家的，啊，啊。进房子去，还能外卖。从上次，我们上次去南昌带的酒还没喝完，又装酒气。你知道你儿子是什么？又装酒气。一年到头才去一次，去那么几次哈 啊！一年到头才喝你这么一次酒哈 啊！你真的是养外甥没良心哈、哦！我跟你说，你没良心，还装孙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？我黑不溜秋的哦，年糕。糍粑，臭豆腐。江西的糍粑，这啥？啊？鸭子。哇，养只鸭子。哇靠！妈妈，这南昌带好几包东西。哇，就这样装啊？不要钱的？啊？没见过钱吗？要钱。装。你没洗车吗？冲一下表面，装满哈，没装满不走，啊，来这里，不装满不走，我跟你讲哈。不装满不走，让我带你。出发，去南昌，南昌刚好去一下老丈人家，那个一年到头来我也没去过几次，那个时间难得，刚好明天这个。大的穿眼睛，哎，过完年了也得去看一下。老丈人这个故意休两年假，但是也就住一个晚上，明天就回啊，也没时间那边住。走，晚上让老丈人多搞点好菜。进入新甘北收费站，随后300米靠左前方，前方望城出入口立交桥大车较多。到啦，见到小西了。到啦，舒服。我是不舒服。怎么不舒服？我要睡觉了。到了，马上就可以睡了。快点提东西。我来这里，我要做客的。那是13楼。嗯。这么多，提得动吗？啊？爸爸，
外公真不大声音啊！快点提出去订砖，再把东西提出去。老钱放那里。妈，我要订砖不找你。嗯，订砖就找你。对呀，快点，还没东西。哦豁，提进去。哎呀，你老娘还困在这里。你老娘困在这里。哎呦我。快点，妈，妈。你看，这个儿子还是好。看哪子的呀？还有一个干活的。你不用担心，这样吧，你妈来抢啊？行。外面去吗？快点，外面去吗？哪里？哪里？舅妈，哎，舅妈，哪里？他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多吃点。大人家都不吃辣椒啊，就我吃。那边吗？那边，旁边啥？还是光？他来你的那个，对呀，来来，给你饮料。他们刚刚吃了汉堡，估计一会儿不饿。啊？让他，我们先吃。慢，明天吃完中午饭再走。吃完晚饭再回去。